就加速一下，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这边是之前是在腾讯云啊，然后现在是在华为啊，主要是负责中间件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团队呢，里面的产品比较多啊，消息队列、缓存、对象存储等等都有。然后这一次的话呢，主要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终端这一块在做这个容器化这个的时候啊，怎么样去对这个 Apache Pulsar 去做这样一个优化的。我们先说一下就整体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这个是我要讲的这样一个目录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大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其实就是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增效嘛，是吧？降本增效的话，那肯定就是要想办法去优化整体这个MQ 集群的这样一个资源的一个使用率，是吧？那现在 Pulsar 它本身就是一个计算存储分离的这样一个架构，就是分为计算层还有一个存储层。那计算层的一个伸缩的话，其实还比较好做，直接我们在容器里面通过 HPA 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自动的这样一个伸缩，是吧？然后存储层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池化的一个方式来提升整体这样一个存储的这样一个利用率。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就主要是会讲一下就是计算层这一块的一个它的这样一个在容器里面，是吧，做这样一个 HPA 的时候相关的一些冲突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会在一个业务高峰的时候，然后 HPA 它可以多扩几个 broker 出来啊，然后去扛对应的这样一些流量啊，然后在一个业务一个低峰期的时候，然后把它缩下去，然后来降低它的这一个资源的一个占用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我们 Pulsar 它自己原生的这样一个负载均衡的方式呢，刚才前面这么多位老师也讲过了，是吧？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就每个 broker 它会定期把自己的这个负载的这个状况上报上去，是吧？上报上去之后，然后对应的这样一个 leader 知道了这个每个 broker 节点它现在的一个负载一个状况，然后再去决定到底要把这个负载进行怎么样的一个重平衡。然后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它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你的一个分区一个负载到了一个节点上面去之后，它要跑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负载状况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呢，就其实就跟容器里面的HPA 其实就会有一些冲突。有可能我刚刚破了一个节点，然后这个时候我得到的努力的得到了这个负载的一个信息其实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这个时候我有可能又会触发这样一个重平衡之后，然后我有可能又会触发这样一个缩容，是吧？就整体来说这个东西感觉就不是那么的一个完美，是吧？所以我们就要想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要怎么样我可以在一个容器的一个环境下面让它这个负载可以快速的均衡，最好就我可以在一分钟或者说十几秒之内就让它整个这个集群这个负载肯定是均衡的。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模型为什么它这边会不均衡。如果我们把这个 broker 比作一艘船的话，那个 bundle 其实就是那个船上面的一个货柜箱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些 topic 的那些流量负载就是装在这个货柜箱里面的这样一些货物，是吧？那现在呢Pulsar 它是用一个一致性哈希的这样一个方式，把所有的这个 bundle 作为一层虚拟节点散列到这个哈希 ring 上面去，然后每个分区然后自己去找我是归属到哪一个 bundle 的，然后这个 bundle 再通过这样一个分配的方式跟这个 broker 去建立一个连接，然后最后就可以建立起这个分区跟这个 broker 之间这样一个连接通过这样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哈希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我们每一个 bundle 它承载的这个流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是随机进行一个散列，我有可能一个 topic 下面不同的分区都落在同一个 bundle 上面，是吧？所以我每个货柜箱它的一个重量其实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我每一艘船到时候它的这个吃水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去保证这样一个平衡呢？就现在那个原生的一个Pulsar 的话，它就通过这样一个 unload 的方式把这些货柜箱从这里挪到那边去然后达到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平衡。
但是无论你怎么挪，因为每个箱子它的那个大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参差不齐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然后这又需要经过一段的这样一个时间，我才能知道到底我的这个 bundle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负载，然后我才能做这样一个决策啊。这样子就首先就会有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会跟那个 HAPI 一个冲突，然后又容易让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我挪到一个新的 broker 上面去，又容易让这个新的 broker 又成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这个每个 topic 它承载的这个业务不一样，那有的业务可能是早上是高峰，有的业务可能是晚上是高峰，是吧？我每一个 bundle 的它的这个承担的这样一个负载的话，它也会随着这个时间会去变化，那只要一出现变化，我又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腾挪，然后最后保证整一个集群的这样一个均衡性，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原生为什么它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个不均衡的这样一个原因。那我们去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它可以快速的达到这样一个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其实是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去发送这个消息的时候如果有多个分区，默认它是轮循的发送到不同的这样一个分区上面去，所以我们可以默认的认为我的这一同一个 topic 下面它的分区的一个流量它是近似于相等的，是吧？我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就通过一致性哈希再加这样一个轮循的方式，然后去做这一个分区的一个分配。它的一个步骤是怎么样呢？就我第一步，我先通过一致性哈希找到一个起始的一个 bundle， 然后把我的分区第一个分区跟它进行这样一个绑定，然后是第二个分区跟第二个 bundle 绑定举个例子假设我一个 topic A 它有十个分区，是吧？然后又有十个 bundle， 那我可能我的分区一我就跟 bundle 一绑定，分区二我就跟 bundle 二绑定，然后这样子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分配的话呢，让每一个 bundle 它的这个流量其实就可以达到一样。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呢，也就是说我这个每一个货柜箱的重量其实是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跟我的这个流量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了我后续我去做一个负载均衡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去基于一个时间我去计算它的这样一个负载我只需要把我的货柜箱按照数量均等的分到每一个broker 节点上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达到这个负载的这样一个均衡。然后呢，这样一种方式呢，也不会说会出现一个全局性的这样一个重平衡。假设我增加这样一个 broker 的这样一个节点，也只是说有部分的这一个 bundle 然后会从一个broker 节点腾挪到另外一个 broker 上面节点，不会出现一个全局性的这样一个重平衡，是吧？然后另外呢，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呢，当时在社区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问了几个问题，是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一个分区数如果没有这个bundle数这么多怎么办，是吧？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一个一致性哈希加这个轮循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就我通过这样一个一致性哈希的话，我找到的那个起始的那个 bundle 其实就是一个随机的，也就是说我可能我可以把它的一个热点我集中在一个头部，然后另外一个 topic 的一个热点我可能集中在它的一个中部或者在一个后部，然后最终达到这样一个打散的这样一个目的它最差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就可以回退到跟现有现有原生的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达到一个齐平的这样一个效果，但在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场景下它都会比一个现有原生的那样一种分配方式它会更加好一些，会更加均匀一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你 broker 数变化的时候是的确不需要去做一个全局的这样一个 rebalance， 是吧？那如果我的一个 bundle 数我进行变化呢，我现在默认一个 namespace 下面我是128个 bundle， 是吧？那我如果我的集群很大，已经超过128个节点了，我可能有去到200个节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原生的方式的话，我们就是做这样一个 bundle split 我 bundle split 就把一个 bundle 切成两个，在这个 hashing 上多加一个虚拟的这样一个节点这个的话我们这样一个算法也是支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它就会触发一个全局性的这样一个 rebalance，
这一块的一个耗时的话呢，我们当时是测过，就在整个集群的一个负载大概是60%这样一个水位的一个情况下啊，第一版的时候60%这样一个水位 CPU 的一个水位下，然后当时一个50000的一个分区，单个节点50000分区的这样一个 rebalance 的话，耗时当时是第一版是用了30秒，然后后面我们做了一版，就是基于新的那个 load manager 的那个 pip， 然后做了 一版优化之后，然后现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整体 rebalance 的一个时间可以下降到1秒以内。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分区的这样一个分配方式。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分配方式之后呢，其实线上环境比起我们想象的这个其实要更加复杂。是为什么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线上有 X86 的机器，还有 ARM 的机器，是吧？虽然 K8 它屏蔽了这些底层设施，但是每一种不同指令级的这些机器，它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一个相同的一个任务，我丢给这个 ARM 的机器，可能它 CPU 可以去到80%。那我丢给一个 X86 的一个机器，可能它 CPU 只去到50%。那如果用到这种均匀的分配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虽然大家分的都是干的活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他的那个 CPU 它就会标的比较高，那其实还是一种不太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在刚才的那样一个基础上面，我们又做了相应的这样一个加权。因为每一个 broker 在启动的时候，它会在元数据那个 meta store 里面会去把自己一些信息给它注册上去，是吧？注册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把当前这个节点的那个 OS 的那个 arch 给它上报上去，就是告诉那个 leader 节点啊，我当前所在这个机器它是什么样一个指令级的啊。然后那个 leader 在进行这样一个分配的时候呢，啊，他会把指令级这个也考虑进去，然后指令级我们可以配置相应的这样一个加权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当然很多云厂商它内部其实已经是通过 OS 层是可以把这个 X86 跟 ARM 这个东西给它屏蔽掉，就这个能力的这个差给它屏蔽掉。那我们就在一个通用的这个场景下，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啊？首先我们就是要配置相应的这样一个权重啊，我这个 X86 的一个权重是多少， ARM 的一个权重是多少，我假设是一个5:3的这样一个权重，是吧？那我在分配这个 bundle 的时候会多了一步，就变成了两步。第一步就是我要去确定到底是要先分配到哪一个指令级的这个组里面去啊，根据这个权重比值我先确定要分到哪一个里面去。然后第二个，到了我这个 X86 这一块或者到了 ARM 这一块，我再通过一致性哈希再加这个轮询的方式，然后再把这个bundle 均匀的分配到我这个组下面的这些 broker 上面去。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然后就可以把整个集群的这样一个负载，然后屏蔽掉相应的那些指令级的这样一个差异。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这个一个效果。就我们线上一个效果的话，就是之前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时间它要的还是比较久，它可能需要很多个周期，如果特别还有那个 HPA 啊它来干扰的话，那整个均衡的这样一个周期会挺长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下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重启一个节点，我立马我就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负载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每个节点之间这一个差呢，可以基本上可以达到10%以下啊，通过来达到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然后以前的话呢，就每个节点之间它最大的这个负载差最大跟最小之间可能会超过30%，因为默认的那个 threshold 的那个 seeder 的话，它只是上下的一个阈值，所以在那个阈值之内我都有可能可能会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阈值。然后这个算法呢，还能屏蔽掉，就是我业务随着这个时间是吧，我的这个流量会有变化嘛，是吧？但现在我每个 bundle 的这个流量，我是一起加一起减，所以即使我的一个业务的那个周期变化了，我后续还是不需要去进行这样一个卸载，就整个集群就不会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 unload。那我不出现 unload 的话呢，那我的客户端就不需要重连，就整体这个实验还有一个稳定性相对来说就会更好。然后这一块的话呢，这一块的话呢，因为整个实现是现在是没有提到的社区，但是就整一个
assignment 的这个策略的话呢，现在已经是插件化了，已经提交到社区上面去了啊。对，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大家是可以去试用一下。对 ，OK， 这一块就是最后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啊，就是我们对在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下，就我的一个 bundle 如果要进行一个 speed 的一个情况下，我整体这样一个全局的这样一个 rebalance 到底要多少的这样一个耗时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这样一个优化，基本上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OK， 好，这边就是我所有的内容，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想要问。看大家有问题吗？那个林林同学加速的挺快的啊。刚才 OK， 稍等。Split， 都是分裂。我想问一个，就是有合并的一个场景吗？没有合并的场景，只有分裂。就是在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用 Pulsar 也比较早了嘛。然后有就是 Pulsar 的分裂，我记得有个条件是过多的 producer 或者过多的 consumer 会造成帮到那个 topic 所在的帮到进行分裂。如果说客户端，比如说它客户端的应用程序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它会对同一个，比如说同一个分区去创建大量的 producer 或者是 consumer。这样一来呢，就会造成这个 topic 所在的帮到一直持续不断的进行分裂下去，一直分到默认的128个这种情况下，也就会造成我这个 namespace 下的这个帮到整个的负载它非常不平衡，相当于会有一些帮到会产生特别大的 range。 然后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合并的方式来修正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遇到的问题。哦，这个是吧？这种一种方式的话，其实可能现在它的一个 bundle speed 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算法。你触发这个 bundle speed 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无非就是你这个 bundle 的它对应的那个负载很高，是吧？然后它要么是 auto speed， 要么你自己手动进行 speed。啊，对，我记得 auto speed 有四个条件嘛。对。所以就如果是要避免就是频繁的一个 speed 的话，其实就要看一下为什么你进行了这样一次 speed 之后，是吧，它还是满足这样一个条件，那你我到底是要按照topic 的一个分区的一个数量去进行这样一个切，还是按照一个 range 也平均去切，还是要按照这样一个流量平均去切，这个其实在你去做这样一个 speed 这样一个算法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根据一个业务的那个具体一个场景去定，这样子的话就避免我切完之后还要再切，是吧？就切，其实就切没切对。对对，就是这个是默认的策略，就是我们意识到这个坑了，但是我们想要弥补的话，但是元数据就帮到的那个元数据已经在写在 ZK 里面了。哦，对，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缩的，对。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OK， 看其他小伙伴还有相关的问题吗？